又由4月1日起，即係10日後咧，特區政府會取消9個國家嘅禁飛令。 並且理順入境檢疫嘅安排，詳細嘅情況咧係以下。呢度講得詳細啲，因為好多香港人喺海外都好關心，或者係諗住要離境稍後翻嚟，究竟個情況係點樣樣咧？ 我哋喺599E章之下咧，會由4月1日起。 實施以下嘅措施，適用嘅範圍係所有從海外抵港人士。換句話說，唔再將海外嘅國家或者係地區咧，再劃分為 A 啊、B啊、C。事實上今日都係冇乜係B同C㗎啦，即係好多都喺個 A 嘅組群裏邊啦。咁呢位抵港嘅人士咧？ 暫時第一階段一定係香港居民，而係完成咗接種疫苗嘅香港居民先可以上飛機。一般嚟講，完成接種疫苗咧係獲認可嘅疫苗打咗兩針。第二咧就係呢位香港居民登機時咧係需要喺預定起飛前48小時進行核酸檢測，係陰性結果。呢個一向都係有呢個要求嘅，而且咧係預先。 訂咗一間檢疫嘅酒店係至少7晚。第三，佢喺返到嚟香港國際機場咧，係要做一個檢測代行，英文係 test and hold。不過我哋而家已經進入去揾一個咧更加快捷嘅核酸檢測，唔需要4-5個鐘頭喺度等嘅。咁如果呢位抵港嘅香港居民喺機場檢測嘅時候係呈陰性咧？ 咁我哋就會發一個14天嘅檢疫令。14天嘅檢疫令係嗰個標準嚟嘅，即使喺香港接受檢疫嘅確診人士咧，或者係隔離或者係隔離嘅人士咧，都係14天嘅。咁呢位人士就會乘搭專車去到佢預先訂咗嘅指定檢疫酒店。喺檢疫期間咧，每日要進行快速抗原測試。我哋希望提升我哋嘅服務水平啦，所以頭先有講嘅。 防疫嘅服務包裏面有足夠嘅快速抗原測試，呢啲服務包我哋都打算喺國際機場咧係派發俾抵港嘅人士，唔使佢自己周圍去張羅呢啲快速抗原測試包。除咗每日做呢個快速抗原測試咧，去到佢喺檢疫酒店嘅第5日。 我哋係需要做一個核酸檢測嚟到去確定佢真係冇感染。如果佢一直住到14日咧，咁第12日又再做一個核酸嘅檢測。呢個係慣常喺檢疫酒店有嘅安排，係上訪幫佢採樣做，所以冇乜帶嚟不便嘅。好啦，呢度係最重要嘅。如果呢位喺檢疫酒店裏面進行緊檢疫，儘管佢嘅檢疫令係14天。 但係如果佢喺第5天嘅核酸檢測係呈陰性，第6日、第7日嘅快速抗原測試都係呈陰性，可以提早離開呢個檢疫酒店。呢個做法同我哋而家適用於本地嘅確診人士嘅隔離安排，同埋本地嘅緊密接觸者嘅檢疫。 咁所以呢位抵港嘅香港市民，如果選擇提早離開，咁佢就其實第7日就完咗㗎啦。咁之後咧係要接受7日嘅自行監察，但可以離開屋企做正常嘅事務嘅。咁去到第12日嘅時候咧，就麻煩佢去社區檢測中心咧，再進行一個核酸嘅檢測。嚟到去確定佢喺檢疫期間喺酒店裏面咧都冇俾感染到嘅。如果有啲特別嘅個案，佢話我既然係一個14天嘅檢疫令，我就唔選擇提早離開啦。 繼續喺檢疫酒店逗留，咁去到第12日咧，就會喺酒店裏面進行一個核酸檢測，檢測呈陰性咧，就喺14天咧就完成咗呢個強制嘅檢疫啦。喺呢個整個過程裏面，一位抵港嘅香港居民，如果佢喺檢測代行，即係香港國際機場檢測代行嘅時候。 佢個核酸檢測係呈陽性，又或者佢喺檢疫酒店嘅第5日、第12日，亦都係呈陽性，又或者佢喺每一天快速抗原測試嘅時候呈陽性，咁佢就需要離開呢間檢疫嘅酒店，就獲我哋轉送到咧一間社區嘅隔離酒店。
因為檢疫酒店係唔應該有感染人士喺度住㗎，因為有風險。咁所以佢呈報咗之後咧，我哋就會安排送佢去一間社區隔離酒店。而屆時咧，佢就唔係再係一個檢疫令啦，佢就係獲發一個隔離令。咁就要完成呢個隔離嘅要求啦。而隔離嘅要求咧，同本地嘅進行隔離嘅人士咧係完全一致嘅，一樣係第六日、第七日做完快速抗原檢測，結果係陰性咧。就可以完成咗隔離咧，係如常生活。上述就係有關於一個係入。